美特尔海滩可说是世界高尔夫球场首都，有超过100座的世界级高尔夫球场，而且都有高球名将设计加持过，像是阿诺德·帕尔默、杰克·尼克劳斯、格雷格·诺曼等人都设计过这儿的球场。高兴的话可以在这儿天天打高尔夫球，连打3个月，而且不重复球场。现在讲究环保，这儿的球场也是很有环保概念的。美特尔海滩的果岭不仅具备了技术的难度、视觉美感的高度，更有环保设计的深度。匠心打造的球场能够保护自然栖息地，保护本地野生物种。美特尔的球场设计看得出来都是匠心独具，而价格也都根据季节做合理调整。所以如果你爱打高尔夫球，这里真的很适合你。球杆这儿就租得到，所以你不用大老远拖着球具搭飞机，而且好几个球场都提供专业教练，方便你学好高球基本功，让球技更上一层楼。美特尔是高尔夫球天堂，不管你是高手或新手，在这儿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绿地。